个人隐私对你来说不是刚需，即使没这些恶者，你不也没出过 bug 吗？看吧，你的出场说明书上也是这么写的。我之前确实有点玻璃心了，我道歉行了吧？你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我，你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离我远点儿。我去找恩了。哇哦，这是个啥？不会离群，儿童款小。 你就老老实实穿着这个去，别整天黏着那些拆卸机。而且我已经跟叶老师说过了，他会给你找几个小伙伴一起去。哟，怪胎，准备好美翻全场了吗？我也陪你去啊！我也想摔翻全场，但是不，你干嘛拿这些衣服诱惑我？我们不能再和工人去接触了 ，V。 我们只会害了他们。那肯定，我们出道即巅峰。那个小紫毛邀请我们去舞会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别的朋友，干嘛不杀光他们，然后一枪爆他头？我带你去舞会不是让你大开杀戒的 ，V， 这一变成了奇形种到处阴暗的爬行，我们会不会也变成那种失了智的怪物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 答应我，你跟那个紫毛以后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了。如果你放了我，我答应你以后绝对不随随便便动刀子。信我一次，哎。啊，豆儿，你房间真壮观。我准备去地点铺被，他们在睡觉啊。 哎呀，谢谢你们带我参观。不过既然我爸已经没有看着我了，那我就先溜了。你这人真逗，他是不是很逗？赶紧换衣服吧，换完肯定美爆了。你身材超辣的。
要去厕所的话直行到督左村就是了。V， 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。就算我们只有残缺的碎片，或许也可以拼。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你尽管之后来恨我吧。不行，王真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怎么了？黑人会发现他不见了的。你忙你的吧，我会把 V 带来的。会场再见喽。我的发。亮吧，小宝贝儿！俗语就话得啱啦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将一个人困下间恐怖厕所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用破碎的镜搭一个梯从通风管逃出去。N， Lucy， 为什么你没？我其实。我听到一件不好的事情。我可以帮忙，但你可能不太想见我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或许误会，我们可以一起。这才对嘛，我的宝。这个环节会稍微提前一点，因为整个组委会成员都神秘的消失了。我们的替补女王是这位。哦，要习惯了。放轻松，怪他们。V 是我的好利用，他已经不再干那些张三的勾当了。我们经常逛街呢。没错，好姐妹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替补女王，所以请忘记并且接受，不然我就叫我爸抓你们补考，而且我们会孤立你瑞贝卡。行，我接受好吧。掌声热烈点儿，垃圾们！你的裙子真好看。我，我的妹！我可以等会儿再杀吗？这不是要面子，这是缓兵之计。
你这个，这啥情况？我这里一脚，你比大哥还多了跑啊，笨蛋！好耐冇见啊 ，V。你做过啲乜嘢？你自己知噶。哎，我操！他们在干嘛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想知道啊。要不咱们去帮个忙？子，你南通真系要企喺杀手机嗰边咩？你谂清楚有几多人因为佢哋颠沛流离？俊的，你给我想清楚，谁才是敌人？我之前确实太一意孤行，但至少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。要么我们联合在一起，要么谁也别好。太天真啦！但系我唔需要队友。这个是不是我的？咦，你看着像块废铁。闭嘴，肉叛徒！说的好像你不利用我就能杀掉所有人一样，笑死极了。这只手臂是谁的？谢谢你，丽姬。给我闭嘴，笨蛋！真的，你别在这边拼命了。乌西，哦，我跟你上了。好着呢，大差不差吧。V 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才灭他的口。你他奶奶！你，算你俩走运，我们还有这个。妙啊！差不多得了，为什么工人机会他把他们吃了？
我们应该是找到他爸妈了。他们其实味道也不怎么样嘛。 V， 你有毛病吧？是啊，没错啊，对对对。好夜啊，开饭啊。连你都。等我找到那件事之后，我都会帮你的。什么？站住。等一下，给我站住。哇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不虚此行。嗯。哦。干活啊，是吧 J？ 售后服务